唔好喐啊！喺1月6日至星期六咧嘅晚上咧，網聚科人員咧就喺長洲咁啊展開咗一個拘捕行動嘅。行動裏邊咧就喺一個住宅單位裏邊咧就拘捕咗一名本地男子，年齡30歲。這個男子咧而家現在咧都係扣查緊嘅。咁我哋喺行動裏面咧，就檢獲咗兩部桌上嘅電腦啦，兩部手提電腦啦，3部嘅硬盤啦，同埋1個平板電腦，同埋5部電話嘅。呢名男子係同電腦相關嘅工作嘅。